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来台成为乐天女孩后，与队长懒兰建立好交情，两人常常有逗趣互动。近日懒兰冲去南韩找李多惠，两人街头大跳棒棒舞，整个又疯又可爱，粉丝也趁机敲碗，懒兰赶快把多惠带回来台湾，有带新球季的合约书去给她签吗？正是因为近日林湘等人退出乐天女孩，队长懒兰与李多惠未来动向更备受关注。懒兰今天在 IG 限动公布新动向，表示目前合约顺利洽谈中，请大家不用担心。而李多惠合约则是到三月，经纪人回应目前其实都还在谈，期待懒多在台湾继续可可爱爱啦。